你是否也曾经彻夜难眠，也许昨天，也许已经多年，是否也会莫名其妙流泪，在洗手间，在阳台边。所有人都说最欣赏你的洒脱，你笑得最多，永远不会落寞。你终于会远行，虽然整晚在枯坐，看远方翻白，看着世界的轮廓。如果你也这样过，或者正在这样着，有个黑洞在吞噬你曾热爱的生活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我们内心的角落，内心着你的角落，怎么说，该怎么说？也许想过，常见过，应该更多。我曾想过。